续的往北移动的过程当中，对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，但是呢，东半部、东北部的沿海呢，浪开始增大了。那目前呢，包含了花莲、台东、宜兰以及呢基隆北海岸都有观测到长浪哦。那目前呢，浪高有来到2到3米，海边的活动呢，记得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那随着台风往北移动呢，有带进来比较偏北到东北风，各地呢感觉都比较有一种凉的感觉。我们今天刚好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哦。那事实上呢，其实在传统来讲的话，这个时候就秋天的感觉非常的明显。那在低温的部分呢，其实今天呢大约晨间呢在16度左右，台北、高雄也在23、24度左右，感觉稍凉。这一周来讲的话呢，都是类似的感觉，比较有秋意，大家呢出外出就要注意一下了。下午详细预测提供给您。